请出场。接下来呢，要上场的是我们的第九队一手大学。好的，即将要开始了。一手大学开始用 motion 呢，搭配了跳跃的呈现，在整齐度上相当的优异。要用三组多底层搭配一组金字塔的高低的呈现，然后用彩球呈现他们要带领的颜色，蓝色跟白色。接下来是音乐的部分。金字塔拆下来之后做空抛的展现，空抛做了横向旋转一圈以及两组后空翻的紧合的空抛，接下来做的是四组抛大曲的空抛动作，然后非常特别的是一个男生的上层跳跃动作，抛大曲展现。后大局接派克，原地后空翻三足，一个队员不小心摸地了。接下来是四个侧翻内转，三个侧翻内转接后空翻，两个比较可惜在落地都没有落好，可能在体操的评分上会稍微扣掉一点。接下来呢是五组的分腿金字塔移动，变成三组的拔腿，两组的垫底一起拆下来。接下来一手大学使用的歌词是一手让你嗨，歌词相当的符合自己的学校，相当的有趣味。他做了反上的动作，以及360旋转的动作，旋转下来完成自己无伴技巧的呈现。舞蹈的呈现做了左右的画面对称上的编排，然后今年常出现的911的音乐，然后一样在技巧部分做了舞组的延伸展现。好，接下来做了摆荡式的转接，然后上金字塔，转接之后变牛角，双牛角动作。好的，非常。